烦，哎，去叫我把主证交来。哦，该晓得在。三四他该多高是海呢？来了。念道，所谓守护仗是为主护道，你不该数字孤单傻下这等是非。哎呀，大哥是啊，给你佛光才是他个呀，是我老婆不叫给去苦等个呀，生下的半生的无文才是来调戏才是他。哎呦呦，幸亏女娃生得样来帮忙，总算阿弥陀佛，给平民我走来噻。我用你为他太太，念道。是这因你突逆红尘，在撒下这等是非，宋之法你不能再次误导，早晚拆坏你经。你在地中好生接待香客，莫要走杂事去了。阿弥陀佛。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沈大爷，是此请你相伴。是。哎呀。就得打小女婿素有妻无法奉陪，旧梦时态刚牙都在，今晨我得来请教啊。是此请示上礼。是手下的话，这都是乎三月进并中央来分开南海一枝残。哎呀，得得好啊！沈大爷，像你以梨花外地，也有一副上镜，要求带带。啊，是此亲自上礼。我生你中，玉冠通体。好吃帅意自比地天分。哎呀，带得好啊。有相亲家有何相分？亲分师太后顾侧家哎，往事是一语对他自身，莫非家早不测？伤心。
张娘子讲，我好似到娘亲死，吃不了门房说话的家当，是我是明白爸爸可的娘就在逼我他强生死悲想他是伶仃孤苦的傻女，风刀上剑逞凶光，毕竟无他无亲臣，这云芳好比是牢房，今日要叫他撇开生死龙，冲锋飞龙成帝将。是哎，我送你娘娘去飞机，接招为说成后头生家起身色，经常替花丛迎门，双亲房孤苦富贵，心中松泰步步生，爱妻子同病相依一双生，生一双定能救他成功啊，是哎，你啊，这终身大事真佩佩，我家就把分手就去拜佛啊！我去给你拿七等来。好，啊呀，菩萨呀！的小姐才华称赞的正乃生困李氏璧，今生不当今夜呀。
才你来看啊。贵生受人一百两，老夫，哎，快去准备收账。哦，晓得。再到，小心是黑脸。是。正骨，你来
苦王。是女儿你接机送女上门早婚，家园谁老爷实在命你到圣府去听王庭老总古勾来，不知他来了没有？启禀老爷，王庭老总管已在厅外等你，呼他进来。是。且慢，圣翁有请。是。王庭老总管，我家老爷有请。皇庭机构长老太医面礼一帮亲手哈提古老医身上那有老奴的所谓呀，有事相商那有不愁之力呀，洗手不知长老太医和小生到此有何吩咐？老总库，你可知道张生娘家的关系吗？记得记得，当初我家老爷在世之时与长老爷几日好友，又同朝外姑。那你空非记得张生娘家是否未婚之事？是个。是今两家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怎么不经欧许圣贵生上门求亲？此事我家小朱大爷可不知道啊。孔义是知道的呀，你说外去高寿贵生，谁说名声是王道之声，老夫要亲自送与上门无婚。这老奴遵命。外家必去张氏女月老历史不长理得去家开清明苦生心，再找正骨同伤
秀王虎丘可惜。哦，念念最好啊！大爷，娘娘她定了咋？我哭啊，还是免得淘气吧。不是，孤城卖醉，孤城卖醉。一早出门，不知又往何处。虎丘可惜。哦，娘娘，今早日清明节，虎丘山上宝石开光，有一段好戏。娘娘，只是现在，请看。哎。蔡盈盈举行事，张俊才还相思。老夫人插油烟，小红娘成好事。这啊，顾城家的出门一个大摆大摆，放来手机念念快去准备。是正是念念出门不可误差，快去都那些银子下。哎，晓得。顾城，请顾城稍受批看。谁请娘子寻脚？这顾城Hey!
大爷，辰光不早着，我们还是快走吧。随我来。哦，奴才。岳父今日光临，不知有何训教？老夫为你而来。为我？今叩奴上之叩，吾老大人，乃是我的同窗好友。莫想身在受罪，明日要到沙棘小区，得来请一叙，谁去拜客？在府考也好有个照应。这个嘛，啊有些，可你神色不正，莫非有什么心事？哦，小婿是你也的，正在出谋捉稿。哦，哈哈哈哈哈哈！有些事事情哟，老夫心知不仁，相外在这，你这个是去用功。啊，是是，小婿告退。女儿，一心用功。托文章好谁不能立上堂，一子女儿有福分，风骨也悲一生。为王王他心魂不尽女儿，有这等事？
你去。是的。弟弟，今日一早，他与王虎求苦兮，女儿好意相救，谁知他为人。正是岂有此理！老总姑在，叫快生谁来救我？是。女儿不必抵抗，外父替你做主。岳父和我，你可在堂壁上写的什么？总是他再把这副白里衣裳一拧，神祖宗急忙真书可敬可敬，叫儿臣两行真楼非多非根，神怪神，你慌荡，你腿上钉了终是刀，腿是心的，请我上王空子一马真是思想黑，岂不是可敬可敬真勇狂，两真楼你不醉，花门下到你又荒唐，我为你向上大笔后大楼不了你，自古头落下泪伤，春山你谁莫胸膛，想一想，张生真为绝路王，老夫妻下皮言语正肯下家把一郎，只放你听一嫂山嫂泪泪山嫂叹，嫂气嫂气生高气，无风雷得把名扬，用中要走真门庭无话孤高为地方，谁知修磨不可长子女，这门走太长两万，你怎么去长子女？说中啊有你生九房，他乡的你你不怕，替你进大营里边不平。女儿不可是此、啊、阿玉溪现在老夫应从了、请不要见怪、No 你家妻子给你百里来了，女儿去呀，快去！姑臣，
娘子。阿姨是明日早到杀鸡，可天色不早，外父要外去了。送哟，送弟弟，不必相送。相送弟弟，不必相送，正是小夫妻争吵，常是老夫相处都是。姑臣啊姑臣，我把你好友一笔哟。谁家你今朝不吃吃罢醉，今朝你不来百里去不依。大姨她是个我们生人，是为到道姑是有气人。
戏，我差到文昌阁烧香，总不会到你姑堂九神八佛，所以我没有去寻找。会不会去西宫娘娘西去寻找？西宫娘娘。他是早不为你家太医，谁都为来拒我死。好的，圣人娘娘。
兄弟你做事下多个特色。你们不必惊慌，带我去面见张氏为好。你呀，给人吃个这个，那要是一出去不省，人家看见子嘛，搞的武当里个尼姑，还有我夫人哥，各位公平，带路。呀，人家三十五万，你想斗一些三十吧？太、啊
实在下人得才，方师太莫要奇怪。只怪小女一生气，非到山门人黑娘娘、方娘娘失财。师太，乃得你出家人心地善良，为不明抛洒同情之泪，若想以你救为姊妹，不知啥理非？出家人命苦，只怕高攀不上。念头，你好不识抬举。娘娘，他答应了。既如答应，谁敢不进门子？老夫好事禀你失败了，再到师父小心失败了是少卿娘娘，你在这位老人家到各地照相对坐，娘娘我还要拜访是老婆婆，哎，谁我来吧？哦，晓得在。三师太，哎，你能来？啊，三师太，给我要保证，人自家个毛病，自家要小心点个啊。哦。
娘娘，娘娘。
娘娘大事不好。老主顾，后事惊慌。娘娘，说中七不忘，怎么我大吵大闹，听有今我家大意，事实不济，谁要来抢得家产？啊！长老提醒娘娘即刻外去。老总顾，我想陪嫁。是。姨妹，姐姐，玉姐家有要事，不能久嘞。黄姨妹才常来我家，走动走动，送姐姐，送娘娘。不好噻，沈老爷吓得昏过去噻，噻，哎呀，奶奶不好噻。是不该少路佛的，杀不苦你岳父坟上，定不与你孤身。你，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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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到家死啊！真的呀，可生气了哈！你要背起个人性命嘞！要死，结果死到哪里去？来呀，放粮！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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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呀！哎呦，啊！谁？谁呀？啊！
啊！
怪呀，奇怪，奇怪呀，奇怪。有请娘娘。老总顾好事。娘娘，实在老奴到徐家去讨债，欲去徐家公子与我家大爷生的是一模一样啊。哎，想这世上礼貌相同之人已有，有什么奇怪的？哎，娘娘，要是你记了以为是奇怪的，他与我家大爷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竟有这等奇事，老总顾能非将他父之后来让我居上严密。娘娘，我已将他们带至听话带我胡来。徐家老爷，我家娘娘有请。恩盆，敬告娘娘，太医密令一旁请受，请受。儿啊，上席济公娘娘。是，济公娘娘。太医，今日国父为了何事？哦，伯母大娘一家只因当年曾受罪抚养，连你兵荒开仓放粮，亏空苦年舍凄凉。如今丧事催讨，害其归位，因此高父们特来向大娘上家。太医，三千银子收不成他，不知太医可归位得起？这公们，娘娘常遇到夫妻之德，夫杀之位，我弟弟归位不起，为我女罪在此。好个夫杀之位，怎晓知趣不晓啊？啊，太医，我怎么从未听说你有这样一位令郎啊？我是从小把他寄养在外地啊。大娘，这家宁之事嘛，家宁之事好说。不过，我想把令郎升为命令居之，不知余下是何？这个。哦，大娘，待老夫回得家去，再与夫人商量商量。儿啊，我们回去吧。哎，弟弟，你吃饭要是加不到银子，岂不要谁比你吃苦了？哎，我不能加了银子，得了你这个儿子啊。我们回去吧。哎，弟弟，上一道是高车上一路拐跟，不过我高级不高级，终是你谁家的子孙啊？是高车上一路拐跟，儿啊，此话是你讲的？是的。是儿讲的。好，东鸿大娘恩典，
上前去叩鸡毛大神是鸡毛大神谁上黑黑拜去岁数宝贝快快起来
此君虽得玉心大牙子下了冰封里。大嫂最好啊，这位大嫂，哎，快去见个我家娘娘。大嫂米粒一旁轻手啊，霞娘娘，大嫂，哎，请用茶啊。哎呦，这杯肉烫的，大小姐啊，哎呦，烫过时漏的了，哈哈，烫过时没有的。大嫂，你这把手儿能飞将我也苦、啊、这把手子啊比较好、嗯、大嫂，哎，你这张牛书斋是从哪里来的？哎呀，这张牛书斋啊是哦，是九后地里马的那个胡色什么从这将来听将你送个酒来，快上！哎呦，啥哭龙珠？还是要哭到吃骨死啊？快点！哎呦，我讲，我讲。心定记在他身上，我有一句无三姐他来报答，我兄嫂兄弟年小奴大地将我去为呀，这是我心定，我有懂你身上一句无三上你我有死肉是罪啊，这是我今后不可以拿几个，老金死了，真巧也不连你。
定有从上。谢谢大娘娘，罢了。想举目明眸雪似香，谁知官哟两离分，你在听的心心凉，家事已谋负心生，为是
神，故因他是其中手，死在爱龙女娘的门。啊，梦，这份门中怎么也有不有分离的伤心事？哎，菩萨怎么会有伤心事？梦影，你来看。家人不由分离孤零零，今朝相逢在海滨，娘在中阴孤崖尽，可见儿女不交音，女孩觉得相在苦，心痛定而软阴，女孩心娘心不死，家大梨花在娘亲，究竟是儿女愁人听什么？为是娘家房屋弄开横心，家女哄你哭愁娘病病死，我又恨你就来的都心头上啊，家女公，你孟子送下才是谁了我？是啊，后来我送你来做了父母的夫人嘛。家女公，清晨也是落水了，也是落水了。孟姨，外甥乃是寒月十九生，亡魂四十三弟。就是在身边，真是请问某人为哪一宫与外甥动手而生呢？哦，病夫的儿子，欺负的儿子，某人真是牙齿还月色就是身边，是倒要请教。哦，不应他是牙齿还月色就是在身边呀。这是谁的女人吗？嗯，谁说不知？哦，正要请教某爷，我怎会知道？我怎会知道？待我家这孙子娘娘再来私通与他。啊，某姨，这人世间生儿育女都是这位孙子娘娘送去的吗？真是啊，马一声送子娘娘去世，
只要撇破离风两离分口里哦花卉
为臣，大小事太难为民，只知面子不忠心，岂能害我害怕到如今儿到爱心真不
家庭主义不相称，父乃是教儿女我心上恨，儿媳呀娘亲儿心碎，娘不生儿。郎一郎女是太良，而不就为林嫂当周公亲。娘啊，荣华富贵而不要，儿快到大门口迎接，大姨回来了。
大姨回来了。我的老祖姑，你说什么？大姨她回来了。啊，真的？七神外出，是小少爷把她招进外来的。哎，你们快去禀告娘娘，到大门口迎接。哎，大姨回来了，大姨回来了。娘娘她。Bye.
他心生父送金黑儿是风娘羞答。你这不孝，冤口你不知身非才子，恰生你不走亲娘，你要见他心生父碰死终身大谋去。来呀，跟随娘娘去财务堂做那自证，受骨就拜。是谋去谋去。女儿不可鲁莽，有在外周公所谓金山大桥驱逐党把你身谋接来，到去外周公到去谋请看，弟弟有在，弟弟你女儿你真糊涂，随我来。歇歇去吧。是，三太，随我来吧。哎，有贼！有贼！我一名人到徐家把你养父接来，徐太家上。你要把这福星归宗主事当面他讲个明白。福星归宗是啊，牛仔，你才有你的亲生母亲，才要与谁家脱些关系？你啥不与谁家脱些关系？哼，你要明白。自证他出家自证。下山两种把娃请归发发你三归生发内容牛仔你要谁死啊徐家老一道
神，老公总请，张大神请，请弟弟儿啊罢了。好、哎老公走琳琅高洞你能立刻细胞半身费力弄海能有精神都梦身负的栽培是啊又在内生门之子此乃他家门之幸张大神听你此话不知何意呀公主心中自己明白你这个儿子是你用100两银子买来的这张大神听你之意我儿牛仔是你身门之子不是我西家的不牛了我牛仔本来是我许生贵生的亲生不牛公主实在不行可以当你分狗牛仔牛仔儿过来儿啊牛仔我来问你你到底姓孙还是姓许呀牛仔我来问你你到底姓许还是姓孙啊牛仔难道你连亲生母亲都不要了吗哼难道你把为父的养育之恩都忘记了吗你醒醒
什么啊？儿啊，你姓什么啊？孩儿姓孙。身家谁方恩佛以你好恨的心你冲上云梯谁上梯把你当作亲生娘，我不顾三夫一女受酒，生下教你读文章，识字法教子得人才，谁知我养虎非吧？是生。脑匆匆举掌，把日子当。Yeah.
他多蒙你二郎来抚养，怎能把你养育恩，岂苦为在娘带身，为王太医养胎。学来你龙儿是啥不给心，张国勋他其实是心神，也罢，为是我杀子阁下心得鸟成其他谋子，百里牛在复兴关中主持，母亲华山儿一同前往山东再过新家还老双亲。外祖公这是做什么？姐姐，牛在是沈家的子孙，也是沈家的后代呀。师太，此事你不必操心，你把我请回伤害贵身，本当将你送过就拜。如今我在山西你吧，落草把令小野张外长公，那个外名谁先懂，
四太，出家人十辈为王，放你生死牛在八年大年。张大人，你不必操心。圣亲，立地上佛。
能向他同歌高，啥是牛在不乖中，这番古家才花无忧，不能跟弟弟出他在家头。老总哥在，说说将徐家二老在位，是弟弟一脉。你嫁出女儿，配出孙，这是三家的事，不用你